悄悄绽放，铺满山岗，伙伴们的故乡，去寻找幸福的宝藏，制造快乐的工厂。朝阳擦亮梦想，世界多么晴朗，朋友的力量不再怕阻挡，就让心情怒放，有爱做翅膀，乘着风飞翔，世界任我们想象。哥，再见，小丽，快来！阿雪，阿雪，我真的有个妹妹。市长先生，这绝不是普通的绑架。如果不是这张照片，我会怀疑这一切都是幻觉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不仅绑架了你妹妹，还对你进行了洗脑，抹去了一切关于他的记忆，只能这么理解。那次飞机事故后，我几乎什么都忘了。但是，我早就派人查过了这些年来所有的飞行档案。没有任何事故记录，这正是我要说的。市长阁下，您偶尔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在我们身边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操纵我们的行动，控制我们的意识。空难、绑架、删除记忆等等，都是他们。咦，见鬼，我的咖啡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我没给你倒咖啡。可是刚才我明明记得这有个杯子的。那是上次，以前每次都有咖啡，但是这次没有。不可能，我刚刚还喝过，嘴里还有咖啡的味道。那是你看到我在喝，咖啡味道是条件反射。很显然，我的警长，你有一点轻微的妄想症。妄想症患者往往都会把想象中的事情信以为真，甚至产生幻觉，就像你没喝过咖啡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有妹妹，这是事实。怎么可能？昨天明明是两个人，怎么可能呢？警长的工作我暂时找别人代替，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。小雪，哥，再见。小丽，再见。小丽，小丽，马叔，老马，小丽。秘密警察来干什么？哦，嘘。
帽子不在家，警察局里也没有，再找找，一定要抓住他。我刚从你家回来，他们正到处抓你呢。抓我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们还都配着枪呢。我确实渴望有个女儿，可惜一直是个梦想，而且对我这么个老头子来说，美梦是难以成为现实了。不，马叔，你确实有个女儿，叫小丽，和我妹妹是好朋友，他们在3年前10月13号那天一起被人劫持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的脑子里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因为他们控制了我们的大脑，把我们那段记忆打碎了。天下竟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！雪豹哥的脑袋一定进水了。嘘，记忆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，谁都不能改变，更别说什么绑匪了。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这样吧，我从头说起。马叔，你偶尔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在我们身边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他们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操纵我们的行动，控制我们的意识，甚至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一切只是凭空想象，没有任何证据。总之，这张照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那为什么刚才有秘密警察来抓我？也许是个误会，也许是其他事情。马叔，他们打碎了我们的记忆，却不可能彻底清除。现在看着我的眼睛，念，小丽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小丽，念上几遍，一定可以找到一点零星的记忆碎片。听我说，雪豹，我有个朋友是心理方面的专家，我觉得你有必要。豹子，你干什么？你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是谁画的？也许是以前的房东的孩子。可是这房子你已经用了10多年了，这壁纸最多贴了2年。也许是谁搞的恶作剧。别自己欺骗自己了，马叔，再好好想想吧，我一定能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找到阿雪妹妹的下落。你到哪儿去找证据呢？任何事情只要真的发生过，就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别忘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永远是你的朋友。小丽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小丽，我的女儿小丽。爸爸，小丽，不不不可能。10月，就是他，找到了。这房子我已经用了12年了，你们也来了3年了，可是这壁纸最多贴在墙上2年。可是对于装修房子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连一点印象也没有呢？我也是，难道雪豹哥说的是真的？我们身边真的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控制着我们的一切，甚至包括记忆。至少有一点，我现在是深信不疑，我确实有一个女儿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雪豹哥和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
来搞笑咖啡杯是他们的生活。哦，快乐的伙伴们，建筑美丽的梦想，哦，不再是遥远的奢望。写下每一天的快乐，写下每一手牵手，一起成长，有梦就能飞翔。写下每一天的快乐，写下每一天的精彩，让这世界充满那灿烂的阳光。